假日卷。结束啊。对的，你们没有看错，我就要今天奢侈一把，那个95。天哪，310、320，走得好快，350，360，380，41。别慌别慌，拿出刚刚。说加满的那个气势来，不是381，不是满了吗？没满。没滋出了吧？没有。行行行，一点都没滋出来。不是我的意思是给你凑个整，我给你找零钱。我要小碗。哦。一会儿再加码。都是小碗，对，5个小碗，谢谢。都是宽面吧？都是宽面，谢谢您了啊。这个多少钱？3块。5个呀。哦，那块儿。那花生米线。哦。真的？赶紧吃！那早知道我把这个也吃。对呀，你要吃那个，那个是精华。你把这儿都扔了，真的是。我从来不吃这个，就感觉，要么就是粘牙上，要么就是那个上牙膛那块粘上就。哦，小碗儿。对，那个是小碗。是谁先来？先来吧，那就微辣。微辣。对，微辣。微辣里面有鸡蛋是吗？嗯。啊，单要的，不是，它是煮的鸡蛋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？豆皮是吧？豆片豆蔻。那这个鸡蛋是辣的吗？那里边不辣。辣的是那个。你看，你这有鸡蛋吗？这不是？泡的。啊。这是啥？这个有。香肠哦。大宝，你说火腿肠是精髓是吧？对。来个火腿肠。他可能只是喜欢吃那个。大宝，今晚全场谁买单？我买单。那你家，把子肉是8块钱一斤是吗？一片儿。对，一片儿。他掏钱你不买贵的。那你来还是我来？你来。全家是吧？没有。我要清汤。不辣的啊。嗯，清汤来一个鸡蛋。然后来一个那个肠，好，谢谢，拜。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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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零